哦，要拿身份证吗？那咱们好彩下过雨了。回来吧，你买的多少钱的绕开呀？你买的有返程了？那你没不能返程，还得下山，不然跟我们。对，你没有买回来的吗？你就是买直接下去，20块听我们买的，直接上来，咱们慢慢走着去下去再看看。哎呦，我下去的说的。哎呀，那你下去在那坐。他也跟黄色的瀑布啊，很厉害，那个水真的很清澈。我们小时候没听过这谚语。哦哦，这条道。对。哎，而且我发现我这条裤子的。来上镜一下，来 ，Hello， 啊，在这边遇到粉丝啊 ，OK， 啊，哈哈，等下就把你们放进片里面了啊，哈哈，来自 KL 的啊 ，OK， 好，走，再会。我们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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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没
我洗头吧，你稍微等我一下啊，我帮你拍。泡菜吃的最后一个喜欢。我大一个来呀、啊。你先找几嘛？完了我们就来了。让我拍一下，行吗？后面的小伙子上那边一点儿站，那美女拍完。稍微让我拍一下，什么？不好意思啊。来一点就行。